今次可以講下中港核電力啦。咁原因咧就係技術走勢就轉好啦。第二咧就係呢排咧同電相關股份咧都升得唔錯，咁好多升得好多噶啦。咁就再講，即係嗰啲如果再嚟講咧，就可能哇依啊留意咧做掉頭回軟，咁或者比較大嘅回添，咁啊就唔多好啦嚇。眼前虧，大家都唔想吃噶啦嚇。咁呢只反而咧就佢唔係升得好多啦，咁見到啦，升得唔係好多之餘咧，技術上咧亦都咧有一轉好嘅跡象。其一，你見到這個呢個咧已經畫咗條下降軌出嚟啦，突破咗啦，之前呢日咁而家回軟都未穿翻落去。其二，這個虛線啦，紅色虛線啦，就大概係1.73到啦，就之前咧。是啲密集嘅頂嚟嘅，一嘢抽穿咗，而家咧都仲係企喺上邊。加埋咧，如果咧你用形態嚟分析咧，佢都畫過咧平頂三角形啊。平頂三角形佢亦都係穿咗咯喎。咁啲平頂三角形咧都有過嚇毫幾指嘅升幅喺度噶。咁啊，而家趁佢回軟。考驗逼近呢啲平頂三角形嘅支持或者嘅持密集區支持咧，都有低吸搏去咧，回試支持之後再升一陣咧，挑戰高位咧，都有一定嘅直博率就搏咧。依、這個技術走勢向好之餘啦，同埋其他咧電力股帶動之下出現咧就炒落後啊或者剩嘅時候咧，就衝一陣上去咧，都有短線嘅嚇、啊，都。短線好似有啲作為㗎，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，睇下值唔值得短線嚟操作一下咁啦嚇。